究竟是什么人？佛陀在正道后发愿，愿将所悟一切佛法真理，传予世间迷茫众生，愿众生远离执着颠倒，共成佛道。这出为众生说法之中，佛陀是如何感化萨利摩，这是一出非常感动人的好戏，请大家做回来欣赏。菩提禅心，看好戏，得妙法。